拜拜啊！好啦，我哋今日约咗新朋友，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叫咩名话 ？Lia，Lia， 你睇我个仔几识撩女仔。好啦，我哋齐齐去迪士尼出发。俾乜咩 ？Thank you， 呢个系门飞嚟噶。跟住咧，我哋咧无意中咧揾到一个公主影相，虽然咧排好长龙，但系都值得嘅，因为对上一次系影唔到嘅。好啦，咁啊 ，Benjamin 要咧补补水啦，佢女女都要补水啦，系啦，因为太热啦，今日实在。好啦，哇，竟然系白雪公主啊！我哋等咗好耐啦，终于到我哋啦，差唔多。哇，呢、这个白雪公主好中意同人哋 interaction 啊，好正。哇，今日真系好热，我个仔仔个头湿晒啦。哇，呢、这个 B B 都系啊，哇，湿到好紧要。喂，冇偷走啊，唔系我哋噶。好好笑啊，头先个仔咧真系好识得咧 social 去同个白雪公主影相咧，影到笑晒咁样用纸指住我，真系超正啊！阿仔你真系进步咗好多，比我想象中。哇，我哋又多咗个神秘嘉宾大卢啦 ，Hello， 我哋嘅希子，转头又唔见噶啦。系啊，大卢带我哋两个妈妈去帮去餐厅食嘢，好嘢！哇，呢个位我未嚟过喎。好。好啦，今次咧有朋友带我嚟呢个黄室堡啊，因为天气比较凉啲，因为而家太热啦，我都未嚟过啊，帮我试下啦，即管就好。唉，我个仔热到中暑啊，你睇下，系咁饮水啦。其实佢哋两个应该坐埋一齐。系啊，太难咗。系啊，你睇下呢两个 B B， 我哋终于嚟到呢个黄室。
好，我覺得 Benjamin 真係好叻啊！頭先咧第二次玩咧冇上次咁驚，因為上次咧同 Grandma 玩第一次玩咧就比較驚啲，今次咧就好好多啦。咁不過咧今日天氣真係好熱啊！你睇下佢攰到又開始出汗，不過好在今日帶咗好多水，係咪啊？好啦，我哋再戰呢、再戰另一個機動遊戲，睇下之後佢反應點先。請照顧反應小孩。上到嚟呢個紫色嘅咖啡杯啦，咁咧就睇下 Benjamin 同埋 Lia 姐姐咧識唔識得玩喎。Hello。咁咧我又唔知佢哋緊唔緊張，因為咧可能陣間轉到好興奮，哇咁樣喎。咁我哋咧就一齊玩啦，睇下陣間反應如何先。你咧，你哋兩個 ready 未啊 ？Ready 未啊 ？Ready 啊？我就你話 OK 啊 ？OK 咁啊 ？OK。呆咗啊，兩個都。好啦，轉頭啦，開始。天氣好好咧。哇！哎呀，最系咯，最衰啦！难得嚟到呢度，我最想玩系呢个暂停开放啊，呢个火车。好啦，我哋出发咧去米奇老鼠，不过唔知道多唔多人啦，好热啦，而家真系太晒啦，两位小朋友都好攰啦。好啦，我哋咧而家成功咧出咗嚟啦，咁咧就比我想象中好坚强啊！我个仔，因为佢完全冇喊过，同埋佢自己一个坐喺一个自己嘅位咧就睇咯，全程就咁样挨住我话去睇咯，系啊，冇喊，亦都好专心咁睇晒大概十分钟嘅时间，咁但系最后佢都冇戴眼镜嘅，因为佢睇唔到啊，咁但系佢嗰个画面都够大，同埋唔系话完全睇唔到蒙查查，因为佢 2D 嘅效果，咁好。我覺得呢個 trip 係值得嚟嘅，好開心啊！因為仔仔進步咗好多啊，比我想象中堅強、獨立同埋真係大個咗啊！係啦，好啦，我哋同仔仔換片先。你媽媽俾影鏡啊！好啊，好嚟一次。我哋咧嚟到呢一个嘅 Adventure World， 咁就系去呢一个反斗奇兵啦，其中一个位置啦。点知道咧，发现我哋两个 B B 咧，终于攰到瞓着咗啦，倾倾下偈就瞓着咗啦，都好嘅。两个 B B 系时候要休息一下啦。哇！我哋突然间见到有一架类似 Marvel 嘅车啊！哇，好多人啊！好啦，而家咧系四点零钟嘅时间，咁我哋两个小朋友咧都终于瞓醒啦。咁咧我哋出发咧去玩另一个机动游戏，就系 Small World 小小世界。好啦，睇下佢哋又有咩反应先。那边
爹爹爹啊，对哦。我哋终于成功咧，带咗仔仔同埋带咗人哋个女女去呢个小小世界。人哋妈咪讲下嘢先，你觉得今次成唔成功啊？非常成功啊！系到咁成功，系啊！我哋两个都觉得好成功，仲要我哋两个条友冇爸爸担拖我哋，好成功。因为而家其实系五点几，我哋今朝由十点几玩到五点几，其实都玩咗成差唔多四五个啊，系咪啊？是差不多，都是預期內的。是啊，即是意料之外，應該是說應該達到我們的目標才對。是啊，達到我們的目標，好合格，好合格，好耶！一日媽媽帶仔仔親子之旅呢就終於完結了。我們兩個媽媽呢表示呢對自己仔女真的很滿意啦，因為呢我們由真的早上十點啦玩到五點啦，他們呢雖然中途有扭計劃要扭嘢食啊，或者是扭去廁所啊，但是都很順利啦，咁樣同埋有分 lap 啦，雖然有一個分得好短啦，但係佢都好好，佢好合作，係啦。比上一次佢媽媽帶佢嚟嘅時候，唔係呢度，即係去其他地方咧，都係玩得開心啦，好 enjoy 啦，兩個小朋友都互相傾偈啦，咁樣咁好啦。可能呢一次咧，亦都係嚟緊未來幾年咧，先至最後一次再去迪士尼啦。唔知幾時再去，可能去嘅時候咧，已經唔係喺香港，可能係美國嗰邊啊，咁樣咁咧呢個咧，我就拍一輯咧。之後再分享大家呢，如果帶自己的小朋友來呢，有什麼攻略可以分享給大家的。那如果大家是想知道的話呢，就看下一集啦。那我們呢下條片再見。如果大家喜歡這段頻道的小朋友，不是小朋友家長，小朋友都可以的。那你記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記得 like 和 share 給你朋友，記得留言告訴我你怎樣看這件事這個畫面啦。好啦，我們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